你们这个是怎么规定的？每个人都要做吗？是的。我们自带的核酸报告没用吗？我们这是因为是全部来抽检。身份证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告诉我。身份证拿出来。为什么？身份证。身份证我有啊。身份证拿出来。我问你为什么可不可以？我核酸检测。我自带核酸去检测报告。48小时以内的可不可以的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你从哪里回来的？我从宁波过来的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必须做文件精神有没有？不行。省里面的文件精神是什么样的？不行，必须做，必须做。为什么？必须做。文件拿出来。必须做。你把文件拿出来可不可以？下一个。必须做。你为什么？我说必须做就必须做。你说必须做的标准，你跟那个县长差不多啊。我说必须做就必须做。我不能恶意，这个叫恶意返乡是不是？啊？我们来办事，我们办办事。来。怎么了？那我听你的吧，你不要给我做是吧？你把名字报给我。人家给你了，你有人在讲了。我姓李。你不要点你手指，你再点一下看。我点什么了？不要了，点什么了？你算什么了？你什么了？点我手指头。不要了，那个来。你再点一下，你报名字。我问一下，人家有检验的。中盛医疗是什么公司啊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不能问吗？有没有文件？可不可以问？对的，我们是为了大家安全。对对对对，安全。我们有48小时国家规定的政策，你这边是你中盛医疗自己规定的吗？来，我跟你说，好了，那我们是不是？是啊，很多人是不是？我骗你，再点，你点个手指头看看。3个人，你再点个手指头。我们也是为了大家安全。中盛医疗啊，就这么几个人啊，我在枣阳站啊，我会发送去的。